察这两队在场上这个球的一个流动啊，抢啊，有时候不只是意义上面，不只是在于二波进攻。开钢链也拿到，桃园运报要多很多啊。好，这一次外。哎呀，刚刚其实可以出手的，杜奕晨在这边。这场比赛等于也是主场开幕战的一个，进攻时间不多喽，最后勉强出手。来现场都没有来啊。不过热身赛其实就是让两边好好练兵吧。比前两年篮球环境没那么好，而重回球场的球。第一波进攻现在剩下十秒钟不到，交出来，杜奕晨又来了。他们在三分球的命中率比他们在两分球要高。是，这怎么会这样？没错，而且像以前的达兴队，是因为志群跟小斯的关系吗？又来。四球一的桃园联盟队于梦云，这一球给蔡阳明，在外线。台钢猎鹰老将张家荣这一次的一个带球切入打板没有，篮板球被杜奕晨拿到，自己带球过半场，交出来，这是一个外围空档的机会。尤其是如果这些球这些射手的型的球员哦，杜奕晨这球漂亮。